and they want to see it. Okay, so to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Chinese paintings.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国画。 然后今天呢, we're very lucky to have a very famous artist, He Rong. She's going to be showing us how to do the Chinese, some of the trees and stones, 给我们画树和石头, 对吗? 今天这个是何荣老师发给我的一些, 资料。 This is done by an artist. 你来介绍一下吧。 Okay. 这个是郭熙的。 郭熙很有名，他在北宋时期的，那距离我们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北宋可以说啊，我们如果说唐诗呢，它的黄金期是在唐朝的话，就是诗词的黄金期在唐朝的话，那绘画我们的黄金期就是在北宋。那距离现在有1000多年，这个是当时很有名，可能是最著名的几个画家之一，郭熙的。 我看不到你的图了，郭熙，可以吗？对，我现在是一片，对，郭熙的。对对对，这一幅呢是他的科氏平原图，你看它这个树，我们主要是看郭熙的树，它很有特色。你看它都是弧状的，弯弯曲曲的。弯弯的，对不对？弯弯曲曲，哎，它是非常弯弯曲曲的。 然后呢，他是很看上去有没有讲究，他像是一个老爷爷，弯着腰，然后呢，伸着脖子，伸着手，像不像？杨洋啊，不好意思，杨洋，你要把自己 mute 一下。哦，OK，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好像看不到你的图哎。 不是，我不能 mute， 我 mute 的话，你们就看不到这个图了。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对，这是郭熙的这个 ，OK， stop talking。 OK， 可以了吗？ OK， Selina， you're back。 我可能这边的网络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是郭熙的。 对，这个是郭熙的，它比较有特色，就是说我们中国画树的时候呢，感觉不只是一棵树，我们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是有情态的。那你看这棵树，它就像是一个人，一个老爷爷弯着腰，hold着背，对吧？看着前面，手伸到身上，就是很有故事，它非常有 story。 这棵树，就是中国会把一个木头，会把一个树画成的像一个人一样，对不对？很有生命。这个要不要讲简单讲一下？老师在讲话，你不能插。这个就是它。刚才我们看那棵树，它的全部全景。哦，这个刚才是指这棵树小小的是吗？刚才只是这一小点点，这是它的全景是吗？ 是这样子，对，全景就是它的全景，这是科氏平原图，对，它是一个平原的，你看它就是几棵树，几个石头啊，就这么一幅画。几棵树，几棵石头，几棵树，几棵石头，就是。哎，杨洋，那个你把它切回到原来那个图好吗？我们来切回到这个图。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郭熙画的石头，这个吗？是这张图吗？全景的那一张。 啊，sorry，这张图来，不是后面一张，刚才那一张，对对对，我们看一下它的全景哦。它的这棵树呢，它是弯弯曲曲的，对吧？我们看一下它的石头，它的石头也是弯弯曲曲的。看，石头也是弯弯曲曲的。对，你看它的石头，你看有很多的曲线。 很多曲线，对，石头也是弯弯曲曲的，那种石头有很多的弧线在里面。对，这就是它郭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OK， 那怎么样？今天我们来 Selina， 我现在把我们自己 mute 一下，然后你就把镜头转过去给我们小朋友们示范一下，小朋友们就可以一起画，好不好？好。She's going to show us how to do it on camera. 你要把镜头翻过来。And I'm going to mute. Everybody,
apart from Selina? Unmute. Okay. 他现在是不是都有笔和纸？ Okay, 我现在把我自己也unmute，然后你们大家就把 Selina 的那幅画和老师的这个图像放到你们的电脑的最前面，好吗？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我们现在开始哈。我们开始呢，先不画这么复杂的，因为郭熙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然后那一幅画呢，又是一个名作，比较难。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国画，首先呢，我们画国画里面的石头和树其实是可以画的非常的自由的，对吧？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石头和树开始，然后呢，我们有。 知道一些简单的画法之后呢，也可以自己去发挥组合啊，先不用考虑到那些刚才我们看的那么复杂的，我们先画一些最简单的哈。现在你们手上都有笔对吗？像我这样蘸了墨哈，然后注意一下，你拿一个纸啊，那有没有掺纸？然后你先把那个舔掉一些水，就是说墨不要太湿，因为如果太湿的话，你可能。 一下去就是一大团，不好控制。那我们一般都会把水要先舔掉一些。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好，然后我们先画一个石头哈。那一般我们看到的石头其实是比较偏方的，我们先画一个比较方一点的。看，你看这石头有很多，对吧？好，咱们。 这就是一块石头，那这个是外轮廓。那我们一般呢会加一些什么呢？就是它一些像是我们脸上的皱纹一样的，我们要加一些它这些质感。那我们在国画里面有一个名称叫做皴，皴笔，就是你手上会有裂纹啊，我们叫那个叫皴，我们就是在它的国画里说是阴面，其实呢就是它的，你看这些。 折皱里面，我们加一点皴法。洋洋，如果我快了，你跟我说一下啊。然后看，这就是一块石头，已经完成了，对吧？就很容易。然后这是一块石头，我们还觉得它太孤单了，我们再加一块。你稍微慢一点，那个最开始那块有一点 delay。 再慢一点哈。快一点，对对，你那个镜头要看着你画的那个，慢慢慢。看看啊，这样看得见吗？可以，就慢慢画画就可以。大师，好，我们现在呢，好，我们现在画第二块啊，我刚刚可能画的快了一点，我们开始画第二块，就在它旁边，我们加一块小石头，看啊，慢一点。 对，那这样它就有一个，你看，这是一个大石头，那它这样就不孤单。那如果我们觉得它还不够呢？对，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加一块。那我放近一点哈。 笔不用蘸墨啊，就直接连续画。看，我再画一个。对，很好。好，我们现在有三。 块石头对不对？
我稍微蘸一点浓墨，我们加一棵树，我们在这里加哦，这棵树是在它的背后的。哎，我画得慢一点。好，这就是一个树干，先大致是这个样，这是一个树干，你可以放近看啊。对，好，我们加一些枝啊，比如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多加一颗枝哈。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炖一下，你看就一颗枝干出来了，对吧？好，我们在这里再多加一颗，哎，又有一颗枝干。对，我们就把这边先加到这里，然后这边再加一点。然后这边就可以自己发挥，你想加在什么地方就多加一些，比如说我这边我想再多加一些，加密一些，加多一些都可以，你就自己发挥就好。加一些些、就是质感。怎么用呢？就是这个笔是吧，看、这个笔是这样啊，我把它这样看着啊，我怎么用的，把它拍拍平，拍平干一些，然后横着用笔，看啊，你看我就这样子一道一道的，那我在这边那这样就顺呢，就感觉呢更有立体感一点，更有质感一点，对吧？稍微加一些就好。那如果我们觉得这边想再加一些质感也可以。对啊。做一些些穿插，好啊，这个是第一棵树，
好，我们现在给他再加一棵树啊，因为一棵树太孤单了，我们多加一棵树。那加哪里呢？比如这是石头，我们准备加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一棵树，我们再加一棵柳树。然后这个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画法，这种呢我们叫双勾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树两边我们都勾线了，所以国画里面叫双勾法。我们画一棵不一样的柳树，就是有长长的头发的那种，我们画一个单勾法。单勾就比较简单了，比如我们画这儿啊，就直接这样下来，好了，树干就完成了，就很快，你就一笔这样就下来。但你要注意到它会有一些弯曲的地方，对，对吧？好，加枝干，就是一笔的，都不需要说，你要像刚才这样双勾的，对啊。好了，大致呢我们取这个势，比如这边还可以再加一笔。好，然后呢我们把笔稍微弄得干一些，我们开始画柳条。好，现在笔比较干一些，然后看，把笔甩出来，你像画头发一样的。对，你就自由一点画的。你想平时看到的柳树是什么样的？它会往各个方向。一点，然后有个地方可以补一些枝啊之类的。然后我们要加一下它的根，因为我们要它站得稳一些，所以这里稍微延长一点，加一个根。那我们现在就画了两棵树，很不一样的。你看这一棵我们叫双勾法，对吧？然后这些树枝条我们都是勾出来的。这一棵就是柳树，我们用了一个单勾法，然后加了很多柳条。然后你可以自由的组合，比如说，你可以在一棵柳树，比如啊，我举个例子，自由的组合，哎，我可以画一棵跟它有交缠在一起的这里又多了一棵柳树，对吧？
看这样的话，你就很快就把三棵树画完了。有两棵他们是一起的，他们在一起玩，还有一棵单独的柳树。然后如果你想加在别的地方，加在比如这边啊，这边都可以。好，我们现在把它给画的完整一下。这边有三颗石头，然后这里是一棵树。那我们觉得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呢？那一般我们可能在公园里面看到。那我们想，这里可能是一个坡岸，对吧？这边是树，好，我们还有水。那我们其实只要国画里面，我们只要寥寥多加几笔，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幅完整的表现出来。怎么加呢？首先我们可以再加一些石头，比如在它这棵旁边。怎么加哈？看的，哎，我们刚刚学过画石头，看哈，你看这是一棵树，哎，我在后面加一棵，你看我只用了三四笔，这就是国画的魅力，你可以很随意的多加几笔，哎，这就是石头了，对吧？好，我们看啊，我们怎么加坡岸。是不是这个破案就出来了？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这已经是一片破案了？等一下，等一下，有一点快，你先稍微等一下，稍微慢一点，稍微慢一点，我们那个纸已经用第三张纸了。好。嗯嗯嗯，你跟我说再继续哈，我先停下来，因为我看你这个视频里一个小女孩在画，哎，我觉得她能跟得上，所以我就按照她的速度在讲。你说的是我们的画神 Summer， 她在别的小朋友画一幅画的时候可以画十幅画，是吗？嗯，我在看她的，她跟上我就继续那种。等一下，我们再画。我看他都跟着，你再把那个坡画一下，所以我就按照他的速度在。不能按他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稍微慢一点。我觉得你哥再稍微慢一点，那个坡怎么能再给我们画一下？我把我。好呀，要我换张纸给你们画坡吧。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前面那一张，比如我示范一下画水怎么画坡是很容易的，这就是国画的魅力，我们把它抽象成很写意的一种语言，其实有很多方法，但其实可以自由发挥。那比如简单一点哈，一个背景，那比如说这个先不用跟我画，我先很快的画一些石头。好，比如这里有一堆石头，它呢在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片坡，对吧？然后这里是水，我们怎么蘸墨之后有一点就是说记得要去掉一些水，水上不能有笔上不能有水躺着，那个会比较难控制，你把笔弄得干一些就好控制。好，我们画一个坡哈，假设是在这样的一个坡，看啊，很自由，你看这个线条非常的自由，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哎，这个坡对吧，那笔有时候可以侧过来，有时候可以竖过来，我们就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画。
对呀、啊，你看这样的话，我这个坡已经有三段了。那可能注意的就是说，这三块不要画成一样的。这个就是国画里会比较讲究的一点，我们尽量画个不一样形状，就是有点区别。你看这里短一点，长一点这样。但是你可以自由一点，自由发挥，这个都可以自由发挥，对吧？好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形，但是坡呢，它还要有。它是上面有起伏的，对吧？你看，比如这个坡，它是怎么起伏上来的？我们怎么表现呢？看啊，我把笔压扁了，拍扁了用。你顺着，你看这些地方。对，你不一定要每一笔跟着我画。大致的这个样子，大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自由，关键是要自由。你看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坡已经大致上我们能看出啊，这个坡是什么样子的。对，它很自由，你真的不需要说把它想得很复杂，我想让它变什么样就什么样。笔可以侧过来哈、啊，笔你看我的笔现在都是散的，都没聚起来，散的。这边就我没画下去啊，你可以这边画更多的东西，你看类似就是这样，你看这个坡已经出来了，你看我的笔后面都已经好干好干，就你随便你都不用继续蘸墨，你就这样。好，你看这样就是一个大坡接两个小坡，上面有石头就可以。那你如果他们要继续要生化的话，就是需要这个，我就这里这节课我们先不讲，我们先把简单的轮廓，然后呢加一些些细节就好啊，不用反复，你就这样一次画过就好。你看这样子就已经有一个坡的感觉了，你看上面两个是小的，下面是个大的，它有外形也有细节，然后就够了。你看我现在看到一个小女孩画的就很好，非常好，有前途啊。可以继续吗？我现在看到这个女孩挺好的，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去讲其他的呢？洋洋，小朋友们什么情况？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啥情况？要继续讲吗？去看一看你们的作品，可以继续讲。我不知道你们想继续讲下去吗？我可不可以回到前面那一幅帮你画完？可以。你来告诉我，你们想不想继续？还是说到这里就这样？老师继续啊，你想。我们把前面那幅画画完好吗？讲吧，你接着讲吧，我把我自己 mute 了，你接着讲啊。好，我们看到前面那幅画啊，拿回来前面那幅画，就咱们怎么把它给，就是说国画，就是说你可以拿一张纸，拿一支笔，你就可以画一个小景，很自由，不用说啊，一定要出去怎么样的。很多东西你看到就在你脑海里，你就可以画。我们刚才这里你看啊，有就像我们公园里看到的，有石头，有树，那树也有一棵树，这是一个案。好，我们先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方法把案给完成啊。加点水。看，我们把刚刚把案呢曲线就是外形都写了，然后我们把那个案的细节加一下。你看啊，我画的是很轻松的，你不用说用笔要啊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在什么位置，不需要。你想，就是大致上面的很。是很轻松的，然后笔呢不一定要
这个笔锋怎么样？你看我笔闪闪的，都可以哦。关键是你要轻松，你看笔干干的都不用去蘸，这很省墨。你看我已经笔很干很干了，可是我还在用。这个就是我们国画里面讲的一笔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去蘸墨。好，你看很快这一个坡就出来了，它很有层次，有大有小，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墨色变化。好，那我们除了有暗之外，我们还会看到水，是吧？你看这个是暗，那这里肯定有水，怎么表达水？水是一种很自由，很难形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画的是感觉，我们不是把它那种水波纹的把它刻画的很细致，我们画的是一种感觉。所以说国画里有好多画水的方式。那我们想假设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波光粼粼的，比较不是说那种风浪很急，但是呢是有波光粼粼的那种感觉哈。你看我当时我刚才那个笔都没有蘸墨，直接用哈，直接用刚才画下来的笔，笔锋散一些，比如在这里啊，这里呢，就是说，用笔我没办法慢下来的原因是，就是因为你慢了就画不出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大致动的快一点。你看最近已经有就你其实可以画得很自由，你想这个波大概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你看而且一般水啊到远的地方就越来越淡，越来我们看到过对不对，水其实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近的地方就比较深一些。对，然后你有时候你也可以画一些我拿另外一张纸给你们演示一下水的几种画法。比如我们一般看到像我刚才那种是比较平和的水，那我们就可能就画一些弯曲度没有那么大的波。你看一般性波浪是这样对不对，对吧，波浪是这样，那我肯定就画那这个就是比较平和的，把它放近一点给你看。还是一点要自由一些哦，不要太紧张，画画一定要自由，你想就你让看到是什么样。看我画的都很浪不是很大，那如果你浪如果是翻滚的话，那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浪画的大一些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画的都是一种感觉，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去组合，在你画的时候，你看下面就是浪比较大一些。上面就是比较平缓一些，是吧？那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波还是这样的，什么有些波是这样的，你看这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漩涡状的，对吧？就是其实你可以自己有时候自己可以多观察，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自由的发挥，没有说一定要怎么画。一支笔同样的线条你就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哎，洋洋，我这个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我第一部分比较简单的那个数十数。
住持还有简单的一些水的画法，那你这样其实就已经差不多可以画你 公园里能看到的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差不多可以画了，好吧，非常棒非常棒，谢谢谢谢。然后我们最后还有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是说你是说可不可以简化的就是给我们演示一下你会怎么简化、可以，我看就是我刚才跟洋洋商量就是、对这一张西山行旅图，对你看、如果就是你对你来演示吧，然后其他小朋友能跟上就是跟上啊，就是大概的、大概简化一下。我现在目前手上没有这张图，对你就把这张图放着不要动啊，我就按照你这张图上面演示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说过石的画法，其实啊国画里面你石你想想看，你把石头画大就是山，就我们把石头啊按照刚才那种画法画的大一些它就是山，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它这一幅画做一个小小的创作，就按照我们刚才学的那种。这一幅画呢它用的其实是一种皴法，你看上面它山上你仔细看一下都是密密麻麻的一点一点给点出来的，这个叫雨点皴，你可以仔细看它就是一点一点点出来的，这个太复杂了。那我们用一个什么方法呢，我用一个简单一点的，因为我一般国画里面它有很多种皴法，就是当你我刚才演示的时候加肌理的那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勾完外轮廓之后加细节的那一部分就是叫皴法。那国画里会按照自然界各种各样的形态它把它抽象成一种那个符号，那有很多种，那这个叫雨点皴，因为它长得像雨点。那我简单说一下，我拿另外一张纸说一下，还有几种我们非常常用的啊，非常常用的，其实 我刚才给你们展示的这一种其实就是一种皴法，这个就是就像你看、就是像泡面那样的就卷的那一条一条一条，就它其实就是你看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一条，这个叫披麻皴，就是披着的麻，你看就是这一条一条的画得很自由，就是一条一条叫披麻皴。那还有一种我就说几个比较主流的哈，还有一种就是叫斧劈皴。为什么叫斧劈皴呢，因为它长得像斧劈，看我怎么画哈，一刷一下你看像不像斧劈呀、其实很简单的，对吧。好，我就是说这个是解释了不同的皴法，一般画国画里面画山的时候都会用到。那这一幅呢它本身用的叫雨点皴，这个太复杂了，我们把它改一改，用简单的我刚才的披麻皴来表现。大家可能知道中国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叫富春山居图，它就有代表的一幅作品，我们今天就用披麻皴来改造这一幅。好，先勾大型，对吧，它就是几个山头一座大山，我就画的快一点了，你们可以应该可以之后可以看，因为这个我用了一张纸来画。你看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画的那种尖勾线条其实是一样的，对吧，我就先把一个形给勾出来。你看啊，我都不沾墨，整个过程就是蘸墨，而且笔啊尽量要干，你看我都是干笔，不要湿，湿的话你会发现啊画的软塌塌的。
你看这个其实已经一个大轮廓出来了，对吧？很快。啊，这里还有一个坡。我们现在就用刚才我们学的披麻村，它这个是 雨点村，很费时间，而且这幅画很大。我们用披麻村，那我们就看哈，这个山它肯定有亮面和暗面，我们叫阴面跟阳面。那一般性用村法的地方都是在阴面，也就是我们的暗面，你这样的山才会有立体感。好，我们先从这儿开始做啊。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素描，对吧？我们画素描的时候，你会在暗面多加一些阴影，这样它就有立体感。只是说国画它用它固有的一个语言叫做披麻村，其实你就是在这边加一些像我们叫做方便面，有长披麻、短披麻。我就画的快一点啊，示范一下。你看我都不沾墨，一定要记住不要沾，不要来回沾墨。然后呢，你画的时候你可能笔会扁，你就要其实随时的把笔捻动一下就好，把风调一下就好。那这种地方你就画的稍微虚一点就好了。我看你们可能看不见，我站起来哈。你看我一支笔到现在都还没有把那个墨用完。我们国画里面说，你画完之后这支笔可以不用洗，就是基本上你把墨全用完，这是为上，千万不要去蘸墨。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画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把它的墨色给。你看我反反复复刚刚从这儿画完又画这儿又画这儿，其实你已经把它的墨色给表现出来了，所以其实画画是很省墨。看哈，我们现在只是皴，其实你还可以染会更明显。然后我现在蘸第二笔墨，这幅画基本墨呢，因为你看它有很多植被，发现没有，它的山头有很多植被，这个你要画出来，因为你这个一画你就跟它更接近。你看我蘸第二笔墨，从哪开始画起？从是一定要点的很，这个小孩应该是最喜欢的啦，对吧？点的一定要活泼，要活泼，不要拘谨，它表现的就是北方山石山上面的一些植被。你看啊，非常的活泼，不要害怕。慢一些就好，就你尽量把一笔墨给用到你基本上快画不出来的时候再去蘸第二笔。
这里的那个瀑布我不画了，因为它这里很工，你还要把它那个瀑布给画全口给画出来，就不没时间就不画了。你可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加。好，我蘸第二笔墨，第二笔墨还是从这儿开始画起。你看你这样画其实挺有层次的，因为你 前面已经有一层淡，有一层淡的在上面了。然后你看我用点的时候啊，我不是这样点，侧过来，是这样点的。这个因为我这个是素墨了，有点干。然后因为这个没有必要跟他画的说，这毕竟是兴趣嘛，我们可以意临，不需要说一定要画的很，而且你可以加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你采用他的一个大事，但是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想法，因为不是那种专业学院的那种临摹，所以说作为兴趣的话你完全可以发挥一下。你看是不是就已经很像了，然后这边再加一点。这个应该蛮有乐趣的，我觉得家长有可以也可以跟孩子一块玩，很简单，很简单，而且又有型。你感受一下，其实中国北宋的国画其实是它算是比较写实的，但是我们里面也能看出很多的写意的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很多人会把西山行旅，就跟你画油画的时候会把一些名画做一个意临，加上自己的想法，国画也是这样的，你可以把古画做个意临，加个自己的想法。那差不多我就演示到这里，你看就已经很像，你看很快好了，可以跟小孩一块玩，然后就你画一遍的过程就能够已经对这个画有一点感受，然后也有乐趣，而且孩子还会有一个印象说你画过这一幅。对啊，非常棒，而且我们还是很非常的省目。好，我就演示到这里吧。谢谢谢谢，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等一下，谢谢老师，不客气。我们来 stop recording, and then we can ask questions. Okay, let me stop recording.